我諗我個了解中產嘅，咁因為我自己都係中產嚟嘅。啊，曾俊華呢番言論，有市民話唔認同。司長你當自己身高厚職、生活津貼高高在上嘅司長，竟然當自己係當佢一個中產。點解你幾百萬年薪居然係中產嘅話咧？我諗全個香港都大部分人需要你扶貧啦。未必淨係喺個人工嗰度嚟做一個設限嘅，其實係一個 lifestyle。有啲文章就講話啲人飲咖啡嘅人係中產嘅，或者中意睇法國電影嗰啲人係中產嘅。但係即係我喜歡嗰啲，我係睇下電影啊，飲下茶啊，同一般中產大家嗰個生活上係，我都相信冇咩大嘅分別嘅。